哦，这一只还蛮可爱的，直接带来调查的嘛。爹你！死掉！干死你吧！要卷仔，大鱼的，28尺的钓到。啊，我是500啊，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本来想去海边，可是潮水不对，没办法配合到，所以只好来溪边了。饵料嘞？鲫鱼饵两种，再加上乌鱼饵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
黄牛，啊，高尾没有尾，干尾没有粘好，他说要怎么喷掉？刚刚我心爱的浮标被拖走了，现在换腐乳齿杆加丝手绳，配这种原长标啊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啊，杆子不够长啊，所以抛一个路到那边去。努力。啊，不用努力。这阿古不输海水无辜。都在那里。哦，你讲做有拉力嘞，我一定是台啊嘞，啊有波鱼超有力的。
鲫鱼。哦，鲫鱼大哦。今天的摇晃还可以了，天气不错了，只是稍微凉了一点。好了，有机会再来继续调查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